柚子冻也太少了，为啥我总是挑不到好吃的柚子来？因为你没选对品种。啥品种好吃啊？如果你爱吃酸甜的，就选广西蜜柚。我来自福建平和，这里土壤肥沃，所以我皮薄肉大，酸甜多汁，香气十足。好吃是好吃，但有没有纯甜的？那你吃沙甜柚吧，长得有点磕碜。一猫取人，我老家是广西容县，秋天的昼夜温差大，我就拼命积累糖分。普通柚子甜度9到11，我的甜度能超过15。哇，果然很甜呐、啊！而且我皮厚，耐储存，常温放几个月都不怕变干哦。你长得丑，送人拿不出手啊。索迪卡，那选我吧，进口的红宝石柚，人家是泰国来的小公举，果皮翠绿，果肉鲜红，入口爆汁，就是太贵了。那我还是选沙田柚吧。等等，除了看品种，还得看品质。第一，看身高，首选中等身高的，个头太小没啥肉，个头太大口感发干。第二，看颜值，选脖子短肚子大屁股平的。第三，看体重，柚子里80%多都是水，所以同样大小的柚子越重越新鲜哦。